好像怪物的手哦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机械手臂，主要功能是抓痒。雷射切割创意木作，把心中点点滴滴的童趣梦想全部实现。黑芝麻，我不晓得为什么有一种被炒过的感觉。你会先吃到黑芝麻的香气，随之而来的才是鸡的香味。周日下午2:20，带你吃遍玩遍大台北，您是 GO GO 捷运。